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新行程团号系 DH200202。中国人一直对美食有住执着嘅追求。中国美食唔单止美味，而且富有营养。广州更是中国美食地区中的领先者，传统和创新的名菜、名点、名小食、名方味食品数不胜举，只需要499元。这个国庆让我们大学带你一起体验食在广州不是虚言，和陈浩德一起欢度国庆。观塘路成条街都是地道的广州特招牌菜和小食，以路头的半溪酒家为首，一路数过去有西关、世家、甜酥王子等名店。而最近荔枝湾经精心改造，通水扩充后，更多的有名餐厅入住观塘路，比如百年老号莲香楼、葡萄居，以小炒出名的香群、北下二十家特色粤菜酒家、小食店、手信店聚在一起，让你可以在这段短短500米的路上，尽情领略岭南地道风味，重温儿时家常味。李小龙故居里面建有他的一个大雕像，感觉他就好像跨越时空站在我们面前一样。故居虽然老旧，但保留较好，随处可以见到各种李小龙各种动作的雕像，里面还存放着李小龙相片，方便人民更好地了解他。沙湾古镇始建于南宋，是一个有住800多年历史的岭南文化古镇。行入沙湾古镇区，可以清晰看到古镇发展的历史脉络。现存的街巷错落纵横，宗祠古屋点缀其间，毡檐凉房巧色雕琢。沙湾古镇食街食巷的古村落格局保存完好，并保留了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，是珠三角中心广府文化的杰出代表。这里的飘色被誉为南国艺术奇葩。骏景酒店位于顺德区君安镇，酒店建筑面积逾23000平方米，依山面水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酒店大量高级客房和豪华套房，宽敞舒适，装修格调高雅，拥有先进的配套设施，实用美观，配合各类客人的不同需要。自由享受酒店泳池、健身等设施，锻炼放松身体。食酒店丰富自助餐，数十种美味佳肴、饮料、甜点，让你的味蕾全面绽放，体验美食所带来的乐趣。西关名店以三包五点为核心产品，传承300余年广式点心工艺，叉烧包口感软糯鲜香，前行齐备。山肉包肉质酥香可口，长食的味。莲蓉包口感松软而不失爽人，点心到处都有，亦会由衷感觉到只有广式点心最特别、最有味道。炉塘冬瓜粥选用老而肉厚的冬瓜，取出瓜内白囊，做成中型，然后往冬瓜粥里面倒入上汤，放入瑶柱、莲子、薏米等材料，另外用碟将粥口盖上，再用慢火炖2.5小时。取出冬瓜粥，可以看到瓜肉油滑，汤水清香，是消暑的好菜。晚上我们将于古色古香的紫苑酒楼豪华宴会厅享用明星晚宴，和陈浩德一起欢度国庆，品尝美食。品尝美食，欢度国庆，和明星亲密接触，只需要499元。你仲喺度等咩？快啲同我哋大学一齐出发啦！我哋嘅报名热线就系62844992。拜拜。